將啊鄧姐媽所有嘅接觸更多，啊一些啊在座來自咱全國各有強有弱啊，咱嘅助力啊，咱嘅接觸更多啊，一些啊咱在座台議員啊代表會出席啊，一些來自日本嘅李大師啊，林校長、鄭老師啊，以及副董事長啊，在場的各位先進。啊，各位乡亲士大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奉咱各位福安乡乡亲妈的福气，啊，咱这几年来也看会到，啊，咱各位啊，伫咱乡亲妈的平静啊，十几万年来啊，形成着这个百里行脚的传统文化，啊，这个文化啊，不仅是带动了。工作，我来接见啊，尊敬的咱洪主席啊，咱个技术干部来共同啊，为咱各位行出这个名声，是完整来拍拼。啊，同时年底啊，咱还佫有一个好个高铁站的通车，相信这个通车典礼也是大家共同来举办的。未来咱接受着咱福安乡的通车嘛，所以这就是咱。代表地方的文化，也感谢大家共同努力，所以这段期间，咱还佫做些活动，也帮咱乡亲妈的福气作为来个举办。所以提醒大家，在我们各位顶工作，啊，咱的陈主编，咱的吴主任，啊，各位太太作为来庆祝，啊，咱今仔日是五路出高这个饭店，万万成功，所有议会。大好朋友，大家拢心想事成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